我们今天的练习呢，就是踢踏八法的练习步，好，就是踏点、跟掌、搓捞、扣刷。我们就先从那个最基本款的开始，好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踏点、跟掌、搓捞、扣刷，再来踏点、跟掌、搓捞、扣刷，再来踏点、跟掌、搓捞、扣刷，踏点、跟掌、搓捞、扣刷。好，下礼拜我们会开始讲一些，就是它的叫什么，组合步，它的组合步。那我今天就先示范一下组合步有什么样，你有空的话，有兴趣可以先偷偷练习一下啊。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踏踏，点点点，跟跟跟，掌掌掌，搓搓搓搓，捞扣扣刷，换踏踏，点点点，跟跟跟。进阶的做法是另外一个哈、哦，是看一下哈、哦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踏踏，点点点，跟跟跟，掌掌跟跟，搓搓，捞扣扣，虾扣虾扣 ，touch， 拍手，踏踏，点点点，跟跟跟，掌掌跟跟，搓搓，捞扣扣，虾扣虾扣 ，touch， 踏踏，点点点。跟跟跟，掌掌跟跟，搓搓捞扣扣，虾扣虾扣 ，touch， 踏踏，点点点，跟跟跟，掌掌跟跟，搓搓捞扣扣，虾扣虾扣 ，touch。好，就这样子，谢谢大家，好。